Hello， 再见。就恭喜顺利过关。第一，今天看场地感觉如何？今天上场地可能风向会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感觉就是一号和二号中间那些场地风向没那么大，四号场地风向会比较大。四号场地风向会比较大，对你们的那个球路啊那些打法有需要有什么变化吗？感觉会有吧，就。根据风向会做出一定的改变。对，所以上一次在那个法国公开赛我见到你们的时候，你的球拍手圈的时候你打断，今天没断是吧？今天没断。OK， 最后的很快，想要跟粉丝说一些什么吗？就谢谢他们的支持吧。谢谢粉丝好多，我来上次来群英的时候没有这么多。对，感谢我一点。感谢那个。对，你们人气非常旺嘛，现在是吧？就很多球迷非常欣赏，很喜欢看你们打球，所以因为你们打球非常攻击性，所以非常好看，他们都很欣赏。对 ，OK， 那明天再接再厉，加油！谢谢，加油。